片开始前，先恭喜 Made Team 四强赛惊险让三追四，成功打进 AIC 的冠亚赛啦。那考考大家，知不知道冠军赛是几月几号的几点开打呢？嘿，你是不是也不太确定啊？没关系，这种生活重要事项就交给翠翠的秘书 APP 小时光提醒啦。这一款 APP 主要帮你记录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刚刚提到的冠亚赛是12月20号星期日下午5点热血开打，大家不要忘记准时收看哦。另外 S17 赛季会在2021年的1月1日结算，大家注意抓紧时间，好好冲一波排位吧。小时光还有贴心的六大提醒功能，我自己非常喜欢喝水提醒，因为每天工作一忙就会忘记补充水分。女生冬天多喝热水才能保持皮肤的健康哦。还有特别的人生倒数计时功能，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所剩的时间，提醒自己每秒钟都在长大，更能够珍惜自己的时间哦。小时光还能更换成自己喜欢的桌布，让你打开 APP 就有好心情，还能将重要事件添加到荧幕上，让你一目了然代办事项哦。一起下载小时光提醒，充实的过每一天吧。正片开始，以下不排名。危险的喔，有哇，又被射出来，你们这又爬不起来。哇，这一波琪琪被抓掉了，怎么办？这一波很稳健，对，但是联盟再跳下来还可以扛。赶紧清兵，先清兵，海牛可梦这么没办法。可以，还有一个复活，你把这再起来可以吗？好险治愈值，哎，跟着是治愈值有拉起血量，是有守住了，反倒是阿亮这边推了过去。你有一个人在守阿亮那条线路，其他四名成员都在压中路高地塔。这边是压力，而且这边直接被绑到了。对，但是绑到了布里他，布里他怎么办？来得及吗？天啊！然后这边我绑到的时候，我直接就是不理你。苏拉在蹲哦，哦，万听这边想做坏坏的事吗？哇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只有小一，只有麦基是守不住的。你坏又可爱，这边万听这一波边线走掉之后，哦，五个人两穿 OCS 的战术，这是一个无兵推主堡。回得来吗？还有一半，哇，这个感觉要结束了，恭喜 OneTeam。 哇，我们看到，这让我回想起 OCS， 你还记得吗？哦 ，HQ 那场，对，还记得我吗？哇，这个就是等那一波兵线走掉之后，没有这个视野，直接相当的漂亮，心里去整理兵线这件事情，小刀菜，哦，是吗？对，哦，两边都要吗？没有，一边而已，一边而已，小林这边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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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投财了！但是 OneTeam 已经是有意识到了，这个版本究竟投主堡速度快不快？一个战力，哇，这个这个旋风屏障弹的还不错。后续的话 ，OneTeam 人都来了，到底要不要打主堡？剩下最后一点点血了，有没有办法破掉呢？最终一下，有没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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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掉！哇！我就是要哇，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这不得不哇，太精彩了。
Get up, down the bass and sound. Get up.